进化，有感而生，擦亮金钟，耀眼未来。第五十八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导演奖得奖的是，恭喜林君阳，《人选之人》《造浪者》。导演展现非常成熟的场面调度和叙事能力，将难以入口的政治职人剧呈现得自然流畅，在艰涩的角色和议题之间，仍让观众一集接着一集想往下一探究竟。大家好，我是《造浪者》的导演君阳。我其实通常都是现场发挥，没有写讲稿的。但今天我写了讲稿，但是我上来就忘了。首先呢，首先要谢谢，其实是玉林姐，然后 Leo， 然后你们的 Gus 把这个故事带到现实当中来，然后谢谢小丽，谢谢微昭，把这些你们填掉了这些蛛丝马迹变成文字上面可以阅读，可以让我们入戏的各种，然后谢谢我所有的演员愿意跟我一起在这个故事里面把你们灵魂的碎片留了一点点在这个故事里面。谢谢我所有的幕后团队，尤其是我的导演组，很喜欢跟你们对话，你们不停地问我问题，不停地逼我给答案，这些过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惊险啊。我不凶，我想，但是我想这些过程当中，每一个在背后推了我一把的力量，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拿起这个讲座。那当然我要谢谢我的家人，我的妈妈，然后我的老婆，然后我的小孩，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我，然后尤其是接下来我又要去拍戏了，谢谢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把这个家好好的守好，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然后台湾的戏剧会越来越好，相信我们，谢谢。